然后他问你吃什么，归我爱就行。天哪！我是猪猪，姐们会亮，怎么受得了啦？学周来到明星键盘秀湾，当然要记住最招牌的测谎单元喽。我二巡非常想来台湾。好。哎，紧张！我们大家不要讲话，我不见了。这个是假的，绝对骗人的。扔掉！我在说谎，我绝对没有说谎，绝对没有说谎。你觉得我帅不帅？我觉得很帅。大哥，我要再见。坏的，这个人是坏的。哎，可是你觉得你的自拍的技术有没有进步？有吧？有吗？我的自拍技术有。懂拍照，第一张，第二张，第三张。我只能说，果然你刚刚是说谎了。没有了，太行了，今天拿了。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喜欢你啊，喜欢你啊，喜欢你。说谎，说谎，说不定不是说谎啊！我们看一下，真的，你看，我诚实了，我真的诚实了。我这样面还挺诚实的。你来试一下，说不定这个就机器有点问题。你觉得我帅吗？我觉得许魏洲是很帅，他应该是全世界最帅的。你按。我没有说谎，谢谢。昭昭果然全世界最帅，增加30个我就脱件衣服。哇，所以如果增加60个，你会脱2件？那就到60个再说。哎，我们的测谎记真的很有个性，而许魏洲的粉丝们真的很给力，立刻就达成目标。但是我觉得慢慢来要有剧情的。说话，你要还有剧情。谢谢大家分享这个，分享的那么快。感谢大家对我专辑的支持，谢谢。Cause I'm running to meet you， 超越平凡的颠覆，一路拼搏的胜负，就算暴风雨在眼前，我也不畏惧。Running to meet you， 心在跳动。我们让爱闪过霓虹，数着星星，仰望夜空。